我去年11月份呢，就在手机上面看着公安部的交通管理局那个允许70岁以上学车不封顶，我想试一试。2009年底就问我他可不可以去考，因为当时的年纪已经到76岁了，我觉得好像现在都有年龄限制了，我就跟他说应该考不了，因为你这个年纪大超过了。后来过了十几年，这样有一天他就在他的手机上面转发了一个公安部的关于考驾照的一个政策的视频给我。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去看看哪个驾校收你做徒弟的话，你就去学吧。今年以来，由于这个驾驶证的新政，我们宜州这个考场每年大约有20-30大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了这个 CE、CE2 考试，大部分都能顺利的通过。恭喜你取得这个